尼天灯，大家好，是玛尼天开拉萨南达。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，是印度教最高教皇、普世灵性导师、圣尊尼西亚南达帕尔马西瓦上师。在这个视频当中呢，想要跟大家又一次的讲解在帕尔马西瓦 Home 三级课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。这个课程的内容呢，叫做显化 Shakti。那什么是 Shakti 呢？Shakti 的宇宙科学，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？物质 matter，实际上呢是能量 energy，以各种振动频率，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相，我们就知道原来呢，所有的一切呢都是能量所显化的，包括这个物质。这个物质呢也是能量的，它以不同的振动频率而发生的。所以呢，宇宙的本质呢就是能量。这样，我们无法用眼睛看到这种振动，因为振动的频率太高了。宇宙是智慧能量 Shakti，所以呢，宇宙的本质呢，原来是 Shakti，灵性意识的能量。这样，那是今天的课题就非常有意思了。Shakti 呢，它是意识的能量，这种能量呢，是一种意识的，就是它是意识 consciousness，它有自己的智慧。Shakti 呢？你内在的意识的能量，生活的一切都是 Shakti。Shakti 的是生命，是上帝的粒子，是生命的法则，是理解和改变你在生活中需要改变的任何东西的能量。Shakti 的科学，印度教的独特的贡献，非凡的 Shakti 力量和如何避免意外事件的科学，是印度教的独特的贡献。Shakti 的类型呢，是有 Icha、Jnana 和 Clear Shakti 这三个类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纯粹的，不针对任何特定对象的或人的这个欲望，只是一种溢出的能量，称为欲望的能量 Icha Shakti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欲望，他呢，只要没有这个对象呢，他就是一个纯粹的能量呢，它就叫做 Icha Shakti，纯粹的或来自你存在的这个欲望的能量 Icha Shakti，可以被转化为知识能量、知识力量 Jnana Shakti 和行动的力量 Kriya Shakti。也就是说呢，这股纯净的欲望的这股能量呢，它是我们的智慧和行动的这个力量的源头。第一步呢，显化欲望能量 Icha Shakti。知识的这个能量或者力量的 Jnana Shakti 和行动的力量 Kriya Shakti 示例第一步呢，欲望能量 Icha Shakti 写下你今天想要显化的愿望，例如我想在 Paramahansa Yogam 三级课程毕业后开始每天做1个小时的这个 PVK，就是第一套的流尼西亚南达瑜伽，它就是108式这样。第二步呢，知识力量 Jnana Shakti 写下计划。你现在已经向自己承诺，你会留出2个小时来练习瑜伽，只需要给自己额外的聆听，进入到细节，问我应该怎么什么时候计划，看看在你身上出现了哪些不可能和不圆满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呢是先有这个愿望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你的智慧、你的知识呢就开始计划这样。然后呢，第三步是知识力量。它的示例呢是上午8点或晚上八点是我的，上午8点至晚上8点是我的工作时间。如果我计划瑜伽呢，这意味着在凌晨4点到5点半之间需要给我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正好在我上班前能够准备好进行，并且呢要在凌晨4点起床。如果如此，我可以计划在前一天晚上11点得上床睡觉，看看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出现，是什么让你觉得你的愿景是不可能的。重温已完成和重新计划。第四步，行动力量 Kriya Shakti，写下你的一天，并升级你的计划，以体现你想要的，显化你想要的。示例，你的第一天瑜伽怎么样呢？一天非常的活跃，但我没有睡够，我觉得我不能像这样长久，我会累的。完成这些即将出现的新的不可能，圆满这些。即将出现的新的不可能，此在阻止你改变你的生活。
第四步，行动力量 （Kriya Shakti）， 写下你的一天，并升级你的计划，以体现你想显化你想要的。事例：你的第一天瑜伽怎么样呢？一天非常的活跃，但我没有睡够。我觉得我不能像这样长久，我会累的。圆满这些即将出现的新的不可能性，此在阻止你改变你的生活。所以呢，这个练习呢，大家可以去一步一步的进行。然后呢，把这些圆满的练习都加进去，这样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显化这个，你的 Ichha Shakti 呢，你的欲望、你的愿望出现之后呢，就会在你的知识或者是这个行动力量的这个两个阶段呢，会出现不圆满。那这些就，就是要去在内心圆满和放下这样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呢，也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 Parma Shiva Home 三级课程的报名。在下一期呢，5月1号，我们一起呢，再有这次机会能重温和阿凡达在一起的21天，这样，然后如果对于新的学员来讲呢，也更加的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，这个将是你们人生呢，可以说是最终极的体验，也是我们呢，可以说是在地球上生存了不知道多少世转世投胎这样积累来的财，这样的福报呢，才能够跟一个在世的阿凡达在一起共度21天。得到他强大的超意识突变的点化，能够让我们从现在呢快速的走向最终的意识的觉醒和正圆满。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 Parma Shiva Home 三级课程呢，可以跟马卡拉萨联系，我的微信是14595087，你天蓝灯。Your consciousness as power. At this moment, to swallow, digest, clean up all negativity and all toxins. Develop a powerful will persistence.That'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for life. I am not giving you some life positive blah blah. I am giving you the facts of life. I am triggering your consciousness.